过去因卷入逃税风波，重创演艺事业，形象一落千丈。而他和李晨一度论及婚嫁，2019年却宣布分手。单身三年多的范冰冰，近日就被拍到疑似有新恋情。只见她带着一名短发眼镜男参加家庭聚会，范冰冰不时摸男子微凸的肚子，两人亲密的在户外拥抱、搂腰，还亲吻手和额头，感情看来相当甜蜜。而眼尖网友就发现，范冰冰之前上传的录影影片中，她身旁坐了一位眼镜男，疑似就是被拍到的新男友。影片曝光后，在微博掀起热烈讨论。